没事，有压力才有动力。干！感谢大江，谢谢大江大浪的入团卡，谢谢大江大浪的小心心。对面兄弟们，我一看这背景签名鱼王王，这我碰着过呀。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知道的那个。是个打维鲁斯的啊，那不认识。我说的是一个玩寒冰的，好几个国服。那是鱼什么呀？反正叫鱼什么玩意儿。打维鲁斯的不认识。打维鲁斯的真不认识，这个咱真不认识。那就不太熟了。那个叫鱼什么玩意儿啊？怎么一下忘了呢？附近有眼。啊，叫鱼什么乐吧？叫鱼乐乐。把我眼排了。他好像没带骸骨吧？他上线就得死。应该是没带骸骨。注意危险。我怎么一招募的全是东北的呀？而且怎么就是说实话，怎么上来就 TMTM？兄弟们，不会都是齐齐哈尔的吧？这波直接卡死，卡他！操，没吃着这个钱，这怎么不出来了？这个中单，为什么没有 Q 啊？真牛！完了，他有闪。大没甩，但是没有闪现。大没甩啊，小心点。我在路上。可惜。我这小子爆发这么高啊！嗯。要打死我升级了，六级打五级确实不好打。哎呦，蓝天法律文就不好打。嗯。上把他也是个瑞文是吧？阿猫，我记得。对，但能不一样。你看，不是那屋吗？对，手游简单 QA。端游我感觉没多难，端游我就玩瑞文。还有啥？远离敌方，瑞文。下波资源有闪，是不是键盘更好操作？注意危险！小虎先锋和亚龙登场。你说我把这塔 PA 掉，敌方已击败亚龙。原皮哥有点说法。我方已击败峡谷先锋。我直接换一下。穿一下。兵挡住我伤害了，要不他死。
敌人消失。来后边，后边。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下路我在赶。等着满状态，不好杀。有点中皇冠了，不是，我有点重伤了。上路小心。注意危险。在草里。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哎，比我开大、啊。哎，这也可以杀，好不？蓝蓝蓝蓝蓝蓝蓝。我操，差一下。啊！不行，我这距离有点。我操！他妈意思我了个屁的了！没躲掉 Q 啊！我去了！我去了！还行，这波把那个瑞文给杀到了，还可以。有说法，这把有说法，我可能会出手。OK， 我也是，这把我经济挺高的，前期经济起来了就好打。这波可以往来下。我在路上。可以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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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棒三打二，哥。来了，来了，小心啊！你们小心啊！我帮他把这个下塔杀了。往后撤，正在被攻击。哦，他来干我了。是不中？哎，别过来了！攻击，注意危险。人多。我去这点吗？我去这点吗？啊！给我上点蓝了，小心三个啊！往我这儿拉扯一手，可能也是五个，三个三个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到了，拉扯。可以，我死了。我操，差一点，没事，他死了，把兵线推过来。Rampage。小心，我拉扯一下，藏一下，他不过来。哎，过来了，漂亮！小藏一手，匹配。还是那句老话，兄弟们，有的磕赞，没得一败。主播八波，这波直接藏视野，让他觉得是二 v 二，知道吧？都是小细节，兄弟们，一天一个小细节。小龙可以接，就是误以为让他是二 v 二，所以他敢飞过来，其实是二 v 三，玩的就是损梗包干。元素亚龙灯塔，路人在下面，路人在下面。亚龙，别拉吧，给你打残了。处理三亚的。疯狂的处理三亚。还行，他做没做魔抗的三亚，打的挺好打。等一下啊！你有大的，你有大可以勾引啊。主播大招小熊怎么控制？小熊不用控制啊，他自己往前走，只二段 R 就再摁一下，就摁两下 R 就 OK 了。大就大胆的勾引他，他技能掉了，我打死他，出来就死。You are godlike.
起飞。这波藏一个视野，不过了，不过了就不去了，给队友打个信号。人血没掉，我操，这一个 Q 啊！十秒大什么？七秒。我去拿蓝去。人有点多啊。嗯。欢迎玫瑰，感谢玫瑰的棒棒糖，谢谢玫瑰。玫瑰那天没看着我真脸。我其实我漏了，但是你没在乎一点，太冷了，所以我干冻感冒了。下面下面，感觉好几天没见了。大石男爵登场，要拦截他们。后面有山羊。后面有山羊，咱不怕。但是，哎，这有蓝，开到了，感觉大龙有了，漂亮，大龙有了。他这个卡莎回家了，应该卡莎应该是回家了。他清完这波线，其实咱们再下，然后他回家去守宫。你看，哼，我方已击败纳什男爵。我方下路防御塔。过年我忙去了啊，我还寻思呢，我寻思，但是就漏了一会儿。其实很多人期待看到我的这张容颜，老容颜。我超越三了，什么？丫丫，你这么上分是吧？你这么上分，可就有点恐怖了。来拿增益。他好像不管了，不管可以一波，那一波了。Enemy turret destroyed。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Black down。Enemy。哎，不要在里面打呀！是不是我以为我去勾引那啥了呢？大猫，漂亮！一波一波，一波了一波了。我就勾引一手，但是兵没了，我操！对啊，兵没了。而且，不过还好，一波。嗯，一波了。一波